佛光照大地，法喜满人间。观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彭爱仁，欢迎收看人间新闻。首先要带您来看到佛光山能天寺一年一度的共僧祈福会，暌违疫情再度开放，今年有将近500人响应，由佛亲以及义工们组织献供队伍，勉励大家要抱持着真正的供养心。穿着笔挺，手捧鲜果贡品，一支又一支庄严队伍。佛光山南天寺办理年度共僧祈福会，来自雪梨区各个道场护法信徒近500人前来共襄盛世。一种供养呢，就是说好话来供养，多说佛教的好话，多说道场的好话，多说出家众的好话，也多说大众的好话。虔诚献供，佛光山奥牛总住持满可法师带领佛光山法师们欢喜接受信众供养，感谢所有参与义工集体成就这场盛会，勉励大众要抱持真正的供养心，尊敬虔诚，在日常中行三宝，为他人服务。今天是共僧法会，我们大家带着欢喜心来参加共僧的表演，一起舞蹈歌唱，把我们的这个供养这个僧人的这个欢喜心带给大众。自弹自唱，优美音声，看见佛教青年多才多艺，雪梨佛亲歌舞演绎，供养大众，展现人间佛教以教育培养人才，以艺术弘扬佛法理念。欢喜投钵，无论是大人小孩，都能亲近接引佛法。疫情下，南天寺首次开放共僧，感受常住用心与信徒的虔诚护法，持续弘扬人间佛教，扎根澳洲遍地开花。因为是澳洲雪梨综合报道。